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健。今天指数收盘下跌100点啊，盘中最多跌了140几点，哦，很难得。今天指数下跌，哦，那最主要因素是台积电修正。那台积电修正好事啊，因为现在台积电在涨的时候，哦，人家都没涨到，全部都涨台积电。那今天呢？今天台积电压回，哇，不得了，哦，其他股票开始涨，所以现在很重要重点哦，哦，我跟他讲，你先不用看指数。好，这指数它有很大的失真，这指数因为很多，因为外资他们有在做期货，对不对？先前给你硬嘎上来，等你空单受不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动不了，你受不了之后，你空单停损它就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跟你讲，你做指数的话，它是所谓的零和游戏，有人赚钱，有人赔钱，然后外资基本上他们有一定的胜率，所以你做指数你已经有一定的赔率了，那何不做股票呢？对不对？做股票好啊，我只跟他说，我说眼界决定你的世界啊，我们不在乎指数多少点啊，我说要买这个细制裁啊，对不对？最便宜的 IP 细制裁啊，今天关门，哦，涨停板关门，啊，涨停板收摊，关门，对不对？跟这个一样，3035今天也是啊，3035致远这个也是细制裁啊。对，他今天涨停板锁7400张，一早指数在下跌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涨停板锁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就涨停板锁起来了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来，这叫资源。啊，我们今天有两只涨停板了，啊，这次涨停板跟资源涨停板来，这是两天前，礼拜一，1月22号礼拜一，好，资源在这个地方，他还没涨停哦。这是礼拜一，手中这档股票先全部卖掉，资金转买资源，价位62.7，63.3，一定买到，啊，保证买到，好，62.7，63.3。说坦白的啦，到昨天资源还跌了，昨天资源是不是跌到62块？今天呢？今天资源涨停板，好，那重点了，有人问我说，老师，啊，我们很多人问我这一支，要买稳茂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稳茂人家入股，哦，人家来入股，价格私募价是277，哎，哇，这个跌到277块以下嘞，那稳茂可不可以买？我说你不要买那个大家都知道啦，你要买那个大家还不知道啦。稳茂人家入股277啊，有人告诉你说跌到277可以买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变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你买3035。创新高，真的啦，真的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真的？对不对？礼拜一买的，昨天还跌啊，你一定买得到。那为什么要买资源？今天资源涨停板了。哦，涨停板我跟你讲很简单嘛，其实这个地方我就跟你讲很清楚了。哦，资源这一次有很大，你要用赢家的角度做思考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总股东数一直在减少，特殊筹码一直在增加。那为什么散户在跑，特殊筹码在增加？因为智远它的细制裁开放授权联电投配以外的客户啊，它的 IP 营收已经创近十年新高啊！授权开放联电投配以外客户，意思什么？意思现在中国大陆还在盖的20座以上的晶圆厂，未来你不没有在联电投配，但是你可以用智远的细制裁。我们先讲，我可以放不下给你看，可是。可是要很久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杯资源，还没来，对不对？没来，涨停收起来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杯五茂，老师，人家都说五茂好，五茂可不可以买？你不要问我，你用看的好不好？来，这是我们的手机，你自己看哦。来，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五茂个气人，啊，可不可以买？来，请问你，这五茂可不可以买？这叫五茂可不可以买？是不是在这个地方306几你卖五茂啊？是不是整个都绿的，筹码都绿的，全部都绿的，所以五茂可不买，不能买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买五茂，你就不会赔到钱了、啊。那你买资源3035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对呢，真的哎、欸，
智远今天涨停板嘞，而且今天很红哎，大家都说智远对不对？我一开始就跟你讲了，这是11月2号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矽制材 IP 大幅成长，来到十年新高，毛利率大增，前三季获利是去年一整年的3倍，当时才40几啊，今天已经68了。不止智远了，我跟大家说，昨天不跟你叫你讲很清楚吗？宏基第二，宏基第二，最便宜的 IP 矽制材。我请问你一件事情，做 IP 矽制材有谁？有创意，有智远，他们两家如果一直涨，那下面的那个完全没有涨的会怎么样？创意去年一年前才70几块哦，今年3443，现在已经多少？360块哦。一年前的3035是多少钱？31块哦，现在68块哦。那这一年前的股价呢？啊，这一家一年前股价呢？这家一年前股价跟现在一样啊？这，对不对？这家一年前的股价跟现在一样啊？对，它最高点不是150，最高点是超过500哦。股价多少钱？所有的散户都不要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涨停板关门，啊、哦，明天请早，哦，今日售完，明日请早。来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昨天的不行啊。好，那这一家，它的矽制材授权给中国大陆，中国大陆什么？这个自制的 CPU， 最新的 CPU 里面有用到它，有用到它的矽制材。它、啊、为什么用到它的矽制材？因为它是它的大股东，它是它的大股东。它跟上海国资委合资成立啊。上海国资委什么？啊，是上海国资委什么？那是简写，哦，就是上海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啊、哦，上海国家资产。哦，监督管理委员会啊、哦，就国资委啊、哦，国资委，啊、哦，有80%，啊，这家有20%的股权，他有20%的股权哦，有20%股权做这个、哦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商机有多大？我刚跟大家讲，再讲一次，你再看一下，商机是这样子的，好、哦，这个 CPU 是保障国家网络，因为他们网络有些是封锁，对不对？讯息的核心基础产品，第一个01专项。哦，这是他们要长期推展的第一个专项，叫做什么？你做不出来的，全部都给我做出来，好，全部都做出来哦。你不能自制的 CPU 是第一个一定要突破的，所以呢，它每一年好，这个晶体电路进口的一个金额是2500亿美金 ，CPU 相关的是550到600亿美金。那这个东西未来陆陆续续要转成国产，他们那个就是。公家机关啊，这开会怎么两开会那个全 CPU 都是他做的，都这家做的，都他做的，啊为什么他做的？啊因为他是政府的、啊，他政府的 啊老师啊他们政府的跟我们说是哎不是啊，我们有股权啊，我们有股权啊，矽制材打入中国心，你是唯一吃得到的哦，未来所有东西都中国制造，你是连边都摸不到哦，我跟大家讲。中国大陆哦，盖了很多晶圆厂，为什么我们矽晶圆会缺货？因为中国大陆盖了很多晶圆厂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还在盖啊，对，未来会有一大堆晶圆厂，那他什么都要自己做嘛，对不对？面板要自己做 ，DRAM 要自己做 ，3D NAND 要自己做，3D NAND 被盖你走，那 CPU 他们也要自己做。好，那重点我跟大家讲重点，重点在这里，这一家是跟中国上海，好、哦，这是国家资产委员会一起合资成立的一家叫上海兆芯。上海兆芯是做什么的呢？上海兆芯就是做这个的，来，他做 CPU、GPU 显卡、SOC 单晶片，他承接国家核高机101号专项，核高机01号专项就这个，啊，核高机01号专项就这个东西，这叫专项哦。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专项01，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，这个叫专项哈。啊，我们的像我们台湾是这样。哦，我们要南向政策哦，用嘴巴讲，哦，南向政策嘴巴讲，哦，他们来不一样哦，这是拿钱补直接补助你哦，他这个不是01号专项，他是直接给你钱哦，来，他接这个01号专项是这家做的，好，哦，上海兆芯，以后你听到名字这家不知道涨到多少钱去了，他是上海兆芯的大股东之一，好，哦，上海兆芯只有两个大股东，一个叫做政府的大陆政府，另外一个就是他。这个承接这个东西，它第一期补助就56亿是人民币哦。哎，你现在要去赚钱没有那么容易，看人家不用坐着等，每一年都有补助。01就是第一个补助专案，
每一年都这个一第一笔就56亿哦，就56亿哦，做什么 CPU、GPU、SOC？ 听说这个上海造芯啊，哦，他自己说的，他说他的晶片啊，他的晶片可以跟 AMD 差不多。现在做 CPU 最厉害的两家，一家 Intel， 一家 AMD 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很厉害，而且跟那个 Intel 的 i3、i5 差不多。如果真的到，你说 i7 不可能嘛？ i7 是比较高阶，跟 i3、i5 现在如果可以做到差不多，那很恐怖哦。未来中国大陆他所制造的，我去跟大家讲了嘛，他这里面会有多少？他现在的 CPU 都是进口嘛，进口是550亿到600亿美元嘛。啊，这个他们是补助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用嘴巴讲哦。这个如果你被人家纳入，他这是这一下就是纳入了、啊，他就是上海造芯就是拿钱的、啊，他第一期就补助56亿，那还得了？未来有多少东西会是中国制造？那如果都是中国制造，中国现在做什么？挖人才，对不对？砸钱挖人才，等到他真的可以做的时候。光他们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就已经很多很多很多，那请问，如果这一家公司，它的矽制材打入中国芯，就是中国要自己制造 CPU 的上海造芯，以后会很有名。上海造芯，好，那不止矽制材打入它，而且它还是它持股两成的大股东。我请问，它股价会十几块吗？它股价会十几块吗？应该不会了哈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这个，我之前跟你讲宏基，我怎么跟大家讲？15块、16块钱宏基哦，直接赚一倍，而且你不愁没有人跟你买，34万张，愿意用出高一倍的价格来买你手中的宏基，对不对？那一样道理啊，那这个未来涨几倍，人家愿意用几倍的价格跟你买，现在都没有散户哦。这散户总股东的是不是一直减少？一直减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家人们很开心。这我跟大家讲，真的，眼界就是眼界决定你的世界啊！到底一个人好不好命，你要跟谁比啊？对不对？跟谁比？我讲真的啊，今天指数跌100点啊，对不对？我很少拿扣讯给你看，那就拿给你看啊，叫资源了。礼拜一哦，礼拜一。手中持股先换掉，全资金买资源，627633，今天资源涨停板，对吧？这是礼拜一，啊这就是涨停板，昨天是不是收62块？啊你这个价位一定买得到，昨天收621啊，对不对？啊今天涨停板锁啊，资源要创新高了，真的啦，我跟他讲真的，因为接下来会越来越有趣哦，我跟他说这个行情，我认为。这一波是因为涨台积电，所以大家没有参与感，哦，说台积电是什么散户的功底啊？因为台积电涨上去，你就看到指数在涨，你的股票都不会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台积电压回来，你的机会来了，哦，台积电压回来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股票开始动了？开始动了，很刺激哦，真的很刺激哦，你要选对股票，真的。那如果你不太会选股票，没关系。好，欢迎加我们好友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一阶段再回来。旺旺365，消费满5000享65折，请洽全省各大百货。手工开运印章、顶级手工银行印件、公事章、拆支100种、期待章、推毛笔、免费婴儿礼法，台北2922-6422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
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今天指数最多跌了140几点，好，但是呢，我认为指数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2018年一开始，过年前，哦，还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，他节目上盖牌一档旺宏6.8块，就旺宏涨到60块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的郁金光不到100块啊，一年前农历过年前那个郁金光还不到100啊，对不对？那今年有什么股票可以大涨狂喷的，对不对？一倍小事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没有很厉害，只有更厉害。我跟大家分享宏基的时候，16块、15块多，对不对？那接着我跟你说什么？有宏基，自然会有宏基第二，对不对？那重点是宏基第二做什么？你要在一开始买进的时候你就搞清楚啊。我跟大家讲，最便宜的 IPC 制裁，所谓的中国芯是什么？中国其实就是中国大陆，它未来它晶片都要自制。那请问它如果要自制的话，它是不是需要国外厂商的一个所谓的，它需要别人的技术啊？那这一家公司它成这个上海兆芯专门做 CPU、GPU 跟单晶片的，哦，它授权来源就这一家，它技术授权来源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一家，这很恐怖哦。他授权给他，所以他细制裁打入上海兆芯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中国芯。中国芯的商机非常的大，这个商机非常大，一年有550亿到600亿美元，而且他们是01专项在做补助，这不是用口号，这个是补助第一个专项，最重要的专第一个专项，这有补助哦，一开始就给你钱哦，第一期就补给你56亿哦，你知道什么叫做？救济危险吗？你那个叫救济 M A 零哦，救济危险，国家给你钱去做就对了，对不对？远远不解的权啊，你做不赢，总有一天你会赢吧？等到他做赢的时候，你知道股价会是多少啊？你说老师什么时候做赢？我告诉你，等散户都跑光，对不对？新的晶片要出来了，听说现在可以挑战什么？挑战 A M D 跟 Intel。哪一天技术层次差不了多少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档股票喷出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既给他细制裁，他又给他什么？他又是大股东。就像我先前跟大家讲这个智源，你可能不相信。来，我请问你，我身边一个好朋友，好朋友别跟你笑嗨啊！我跟你讲3035，你敢破了掉？我说你不要做短线嘛，如果你没有把握，你不要做短线，你就做波段嘛，对不对？你敢卖了，直接40块，今天老在68块，安尼你无赚钱。这叫智源啊！我不跟你讲，细制裁 IP 大幅成长，对不对？接在哪里？接在这里。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我说高毛利 IC 设计四季的收入创持续新高，当时多少？11月2号细在哪？46啊！今天多少？来，今天多少？今天68。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买智源个探明台积电较侪，对不对？来，简单回顾啊，先前智源的股息啊，
有人问我要不要买创意，我说哎，买小创意好了，不要买创意，我们买小创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创意毛利率是创意的两倍，前三季跟创意获利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你看哦，这里是不是上来一波？一模一样，都是这个十年前涨一波。那现在有没有机会跟创意走一样的？有机会啊！它细制材 IP 大幅的收入大幅度成长，创十年新高，毛利率好会到52.5%，前三季的获利是去年哦，一二三季财报没公布对不对？好，还没公布，你要先预测嘛。哦，是去年一整年的三倍，今年的获利已经是去年一整年的三倍。那这个细制材的部分，好，这个 IP 的部分十年新高，跟这个创意很像啊。这里一波挑战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挑战这里？啊，如假设它要像创意一样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这个要符合哦。哦，你看哦，散户都跑光了，对不对？散户都走光了，退出筹码一直买进，再等什么？哎，你要登机之前要干什么？你要坐飞机之前，你要先去等那个飞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慢慢登机嘛，登机然后再起飞嘛，对不对？你总不可能一下子到机场你就飞上去了，你还要去慢慢等嘛。所以你先去等待一下，对不对？等着飞机起飞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大涨？没有大涨啊，真的没有大涨。我们不需要去追那个大涨的股票。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智远，对不对？就是智远，10月2号，对不对？十月二号一家，10月2号46块而已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挖矿怎么挖？你挖矿顶级显卡还挖出 ASIC 啊？我们跟你讲过了吗？顶级显卡下去挖还挖出 ASIC， 现在顶级显卡只能挖什么？只能够挖以太币，比特币已经挖不到，比特币数量太少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智远有什么好？我跟你讲智远啊，它的授权开放联电投配以外的客户，意思就是说，未来中国大陆新盖的20座以上的晶圆厂，它可以拿智远的。的所谓的 IP， 这我先前就跟大家讲过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可以 ASIC 也可以 IP 授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礼拜一，这个礼拜一哦，智远，对不对？买进货也就是普通会员了，哦，买进，给它涨停。我不是第一次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第一次跟你讲啊，那今天涨停板，很多人在讲，那我都先讲了。我都先讲，我不是今天涨停板才跟你讲，我自己就已经跟你讲，对不对？今天一下子就涨停板，就锁7000多张，一下子又要创新高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真的，做股票现在你要怎么说？你不要看指数，现在台积电压回，正是很多股票开始涨的时候。今天涨一大堆的光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多光涨停板，过去光都不会涨，现在很多光开始涨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业内资金进来。那请问业内会买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来，这我们今天做的，买一只，下跌了、哦，我不是去买上涨了、哦，这一不错，哦，这支没卖，哦，我现在这支没卖，来给你看，78到79买进，好，78到79，9:51，78到79，78到79，9:51，来这贵混，这个时间点多少？这9:57啊，是不是77？啊，78到79，一点没你78以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78以下，来，收盘85。我这有追吗？没有追哦。这是在跌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请你买9:51？是不是9:57跌到这里？那是不是还有跌到更低？然后这样上来是不是11%？阿力干破，没坏呀，这没坏，真的不错，对不对？真的啦，我跟大家讲，真的有些时候，哦，你把时间拉长来看，好，我跟大家讲了很多股票，真的都是我第一个跟你说的。我跟大家讲智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智远，大家在买什么？在买4星3661，因为4星探开价，对不对？啊，五郎那边3105，稳茂，对不对？很多最近很多人问我说，哎，老师，稳茂可不可以买？我说稳茂不能买啊，啊，为什么不能买？刚刚手机不是给你看过了，就是不能买啊。对不对？就变这样啊！你买3035嘞，就变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买3055嘞，你心态没嘛，创新高啊！啊，你买2353嘞，哎，太几波呀！啊，真的啦，我都事先跟你讲，对不对？3055叫卫华科，是不是这样跟你说？是不是特殊筹码大买中股都是大钱？来，请问今天3055有没有创新高？
对吧？这样我手上有了哈，对不对？那三里三我就涨停板了。好来，那我跟大家说，这一档继续再买哦。哦，买到恭喜你，没买到你要自己当心，真的喷出哦。我只知道宏基，很多人跟我说，我早知道我买个500、1000张，对不对？那宏基第二出现的时候呢？最便宜的 IPC 制裁，中国新的大商机，跟宏基一开始一模一样。我跟他讲得很清楚，他细制裁打入上海兆芯，上海兆芯用他的细制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他的大股东，而且他的技术授权来源就是这一家。哦，他可以技术授权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扶植的一个所谓未来要做 CPU 跟 GPU 的大厂，而且他是他大股东，只有20%，他股价最高点是超过500块，现在股价才10块钱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的都是好东西，对不对？欢迎加我们好友，也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与所推荐飞机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YouTube 应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得到、看得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啊！ YouTube 应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无人不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文彦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营销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轮源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一旦近视，未加以。